午安，午安，大家午安。午安，午安。对啊，生日 T， 大家买了吗？午安，买了，耶！午安，午安。午安啊，大家。早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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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这样音乐会太大声吗？找你是在公司直播吗？谢咯。每次都要有这一句。还好 ，OK OK， 那就好。午安啊，大家午安，早安。哦，谢谢欧比王送的守护星太阳。午安，早安，早泥刚睡醒哟。哎，为什么这么说？哦，谢谢欧比王送的好多个缘分项链，还有两光送的发大财，还有。低调的会员送的缘分相遇，谢谢。是早午餐生蛋梯，好羡慕。对啊，没关系，有买的话你们之后就会拿到了。这一件是可以搓搓的吗？搓搓吗？搓搓。要射飞镖吗？早午餐很棒，谢谢。今天晚一点可以来分享那时候画的一些心路历程吗？谢谢超哥送的红玫瑰。宝哦，突然被叫宝，有点害羞。哇，大家午安，下午好。午安，午安，早泥宝，嘿嘿，我也想问为什么汉堡被拿掉了啊？哦，不错哦，有仔细的在看我的那个我的缩时，为什么汉堡被拿掉了？我想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是想到。很多的早午餐的食物，然后后来我可能觉得看整个的那个图的感觉嘛，然后就觉得感觉哎，我记得本来汉堡好像是画在这的印象中，然后但我后来觉得好像三明治看起来
整体搭起来比较适合一点，应该是这样，所以我就把汉堡拿掉。但没关系，我可以下次画汉堡。哦，刚刚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啾啾你哦，还有康妮送的一颗星，还有水豚送的缘分相遇，还有，诶，这里没有跳的哦，有，还有康妮送的文手礼，谢谢。哦，还有康妮送的水晶四叶草，谢谢。所以汉堡不算早午餐，也算啦，也算早午餐，但就是哦，或者是可能配色的关系吗？因为如果画汉堡的话，它的那个汉堡胚那一种的配色，可能就会跟那个叉子的这个握把比较接近，对。其实我那时候画的时候好像没想那么多，但是后来画完的时候发现，哎，这样子看起来可能那个颜色会比较再单一一点点。我是好奇涂红的那个步骤是在干嘛？哦，那个是我在学电绘的时候他教到的，就是应该是说涂红那个是先随便就是用一个比较明显的颜色，然后把那个区块，比如说我把盘子这边涂红，然后就是把这边怎么说啊，哦，把这边先涂起来，有点像是选取起来的感觉，然后再把它调成白色的，然后后来再换下一个涂层的时候，反正就用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功能之类的，然后就可以变成说我在上色的时候，它可以直接上在我涂红的那个区块内，就是它就我就这样随便画，它也不会颜色差出去。对，这样解释有点复杂，希望你们听得懂。这个好难解释哦。是光线问题吗？感觉早你脸色好黄。等一下，我也觉得我今天看起来好像比较黄耶，是光的问题吗？还是你的肝还好吗？还是我这礼拜太累了？对啊，今天看起来好像比较暗一点，比较黄一点。或是我今天的底妆没有上的那么多。有可能辫子头好可爱，谢谢。耶。酷，大概懂了。哦耶，有听懂，有听得懂就好。一定是光吧，没错没错，一定是光的问题。那是仙女的光吧，很会吧。不是很会吧，我是想我今天脑袋有一点昏晕晕的，很会哦，光的关系。对啊，应该是最近太累又晚睡，肝在抗议了。但确实我最近有在好像有比前阵子再晚睡一点点。对，因为最近比较密集的练舞，然后通常练舞完回到家就会比较晚，然后还要洗漱什么的话就会比较晚。
哦，刚刚谢谢 TR 廷瑞送的水果冰沙，还有周日红送的水果冰沙，还有灰原送的爱心气球，跟早市送的五彩泡泡，然后还有我看一下哦，还有阿Ben送的千纸鹤，跟维基分大师送了好多个千纸鹤，还有那个朱里恩送的缘分相遇。哦，等一下，突然好多，等我一下。还有小羊送的水果冰沙，谢谢。或者我刚好像有看到一颗星的图案，可是这里没有显示啊。哦哦，有，谢谢朱里恩刚刚送的一颗星。重看一次，松饼也不见了。哦，对啊，因为我那个松饼嘛，我觉得我画的没有到那么好，就是我觉得松饼上面的那个酱很难画，欸，就是淋的那个不是酱啦，蜂蜜很难画。好奇找你生日会在哪时候跟谁？哎，欸，这个应该不能先透露。对啊，这个应该没有办法先讲。哦，而且刚刚想到那个松饼会弄掉，一方面也是因为我那个就是本来松饼画下面嘛，然后但因为后来下面要加那个 brunch， 对，要加字，所以就没有办法那个画上那么多。哦，等一下哦，刚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超多个红玫瑰，还有 Tommy 送的告白气球，谢谢。果然睡到刚刚哦，哈哈，没有啦，我没有睡到刚刚，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确实是补眠补了比较多次，不知道，欸，我今天就是一直有那种没睡饱的感觉。然后但是就是补眠补了一阵子又会自己起来，然后就反正就一直有一种没睡饱昏昏的感觉。生血抽到找你签名耶，yeah， 超赞。准备五周年辛苦了，谢谢。这样你上大学后早八怎么办？到时候没有早八，我觉得早八的那个时间点对我来说其实是还好的，就是起床，因为我其实都是很早起，我都很早起，然后会再补眠，然后但是应该是这阵子练比较多舞，所以比较累。但到时候演唱会就结束了，应该就不会到这么就是练习的这么密集，所以应该就还好了。眼镜哪一家配的很好看？什么啦？确实哦，不是，你应该会被并到十月寿星一起。八成跟娜娜果果一组吧。哦，对啊，我一定是会被并到跟十月一起啊，不然
我还应该还没有办法自己办一场个人的生日会。对啊，要像前辈那样这么厉害，然后又如此的活泼热情。对，我如果自己办个人生日会，应该会紧张到不行。等一下，看一下，谢谢 Plus 刚刚送的五彩泡泡，还有小羊送的大声说爱你，谢谢。再耐心等一下下生日会的资讯咯。嗯嗯嗯，没错。哦，刚也谢谢 Plus 送的水晶四叶草。哦，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带你去流浪。哦，欸，我刚发现系统都会有写什么什么恭喜谁谁谁成功收集集齐碎片，然后兑换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哇好酷哦。真是感谢你们，所以那张生写真真的是你的纸笔？对啊，当然是我的啊，不然会是谁签的啦？走惊喜路线的，画这样已经很饱了，再多个汉堡跟松饼应该吃不下。对啊。这样其实已经很多了，欸，高中不就早八吗？对啊，哦，没有，而且高中，哦，但因为可能，因为我们的那个班级有在规定多一点啦，所以其实我通常高中我都是大概7:30以前就到学校，我是说在要考试的那一段时间，但后来那个后来考完学测以后，我也是好像一定会在8:00以前到，但是就不会在7:30以前到。我大学每天早八，哇，这样好辛苦。话说今天怎么又突然戴眼镜了？因为上周，对，因为就是主要上周练5周年练的比较密集嘛，然后对我就用掉了好多副隐眼，因为每天都要去练的话，就每天都要戴一副隐眼，然后我想说，对，就隐眼也不太便宜，也不太便宜也有，然后好像听说不要太常戴隐眼嘛。就是如果太常戴隐眼，好像也会比较容易干眼症还是什么的。反正我想说让眼睛休息一下，然后所以就今天就换戴个眼镜。第一次就自己压力也太大，对啊，对，真的，所以不太可能自己，反正平常心，嗯。哦，刚刚谢谢双月晴浪送的红玫瑰，还有吉米粥送的啾啾你哦，谢谢。我以为是姐姐，呵呵，哦，谢谢 Derek 伟送的 Be Your Baby Tonight， 谢谢。不会啊。不是，姐姐怎么可能会？她这样子，她怎么可能会把每个人的签名都记下来？这样她很辛苦哎。其实是我签的虚。
中早八我都快八点半才到。哎，这样不是会被记迟到吗？而且这样在门口会被那个吧，会被警卫伯伯拦下来吧。二类组的朋友都是成大研究所，嗯，好厉害，直播轻松就好，嘿嘿 ，OK OK。Hello， 眼镜妹妹你好，好酷。我买了三件，耶、yeah, ！谢谢，感谢你的捧场与支持。谢谢阿正送的一颗星，还有水晶四叶草。哦，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送的 ，Be your baby tonight， 谢谢。所以我才怀疑怎么运气这么好，三中二。确实这样子，嗯，三中二的话运气其实真的蛮好的，因为纸笔真的很少，纸笔不多。还有颗小虎牙，谢谢。是要来宣传圣诞 T 吗？没错，大家购买了吗？但我真的很不会推销，就是还没预购的可以去预购我的圣诞 T 哟，穿上枣泥的圣诞 T， 你会沉浸于美食的天堂里。我真的很不会推销，好难哦。今天在公司直播吗？请直接忽略哦。好的，谢谢刚刚 Free Plus 送的能量饮料。哇，这什么礼物啊？好酷哦，能量饮料。已经买啦，耶！谢谢。推销的方式可以问一下珍珍，她超厉害，真的，她超厉害的，她还会自己写那个歌，她真的超强的，她超会推销，推销好手。我记得前阵子好像也是，好像也是前阵子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吧，然后好像那一天他就刚好有吃一个什么面的，然后就反正一款什么干面之类的吧，有点忘记了。然后那个后来来的人，然后对，后来来的人，然后就不知道要吃什么或什么，然后真正就推荐他们去吃，然后结果后来好像那一天有两三个人也都因为真正的推销而去吃那个面子。他超强的推销大师耶。买圣诞 T 有送什么吗？我记得有送一张那个明信片，对，就是穿着圣诞 T 的那个明信片。枣泥老家在台南，嗯，眼镜枣泥，对啊，耶、yeah, ，难得的眼镜。珍珍可是唱了一首歌来推销，真的，他超厉害的。珍珍好会推销，不止写歌哦，不止写歌，他在推销的时候我都不敢。想讲话怕被点名。就水纸笔明信片，嗯嗯，对对对，纸笔明信片，买就有不用抽的纸笔，没错，明信片，期待明信片，我也期待哟。
且我还不知道我的明信片最后是用哪一张照片，我还没，因为还没那么快吧，所以还没印出来，所以我也还没看过，我自己也很期待。早你五周年练舞练得有信心吗？有信心吗？还哎、欸，第一次练的时候都会比较挫折一点点吧。看歌曲，但是第一次练的时候一定是会比较慌一点，就是因为，而且因为像这一次，就是歌曲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要自己先看影片学，然后到了以后再就是大家在一起走位啊，然后雕一些动作，但就是整体大部分还是要先自己在家学好。然后有时候就是影片，就是可能因为影片的画质一定会有差嘛，就是跟实体讲的也会没那么清楚，然后就有一些那种比较细的动作就会不太容易看，对，然后就会在那里拉很久，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拍子的部分，对，就第一次学的时候一定会比较觉得哦有点难的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后来就是大家一起练习过，然后雕过，然后在第二次练习啊什么这样以后就有好一点，对，所以目前应该是还可以啦，应该还可以。充满惊喜，对呀。哦，刚谢谢 Free Plus 送的缘分相遇，虽然很想抱怨你们公司练舞设备环境有够差。诶，为什么你知道？有人有偷偷，不是偷偷，有人有在直播讲过吗？之后会有一段时间要忙着签生日 T 的明信片，没错。而且我看以前的好像前辈们都会有那样厚厚的一叠，然后就而且每一张要设计的不一样，感觉好难哦。到时候就应该会签很久。你们会练习眼神要看观众吗？还是眼神都是本能反应？练习眼神要看观众吗？不会，好像不会特别去练习这个。但是因为像我以前自己在，就是以前小时候自己在练舞或是有什么就是那种什么表演之类的时候，我也都会尽量让自己要练习去看观众，所以对我来说好像还好，这个还好。但是却眼神的话，我觉得本能反应不一定会直接去看观众，就像我一开始那时候好像三月公演刚回归的时候也是会比较紧张，而且就会因为，对，因为我想一下怎么说啊，因为那时候三月公演是刚开始表演嘛，然后所以就会比较紧张，然后表演的时候我就会不知道应该要看哪里，那也是后来慢慢练习啊，然后就你们可能也会告诉我说什么，就是可能可以多看看那个台，就是上牌啊，或是多看看什么，然后可以找自己的粉丝在哪里啊什么之类，就是后来也是慢慢学习的，对，就是这样。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兔兔起飞。问一下早妮，那个都粉录音是什么时候？哎，什么意思？
都粉录音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只签名啊。没事，我也是只有拿过只有签名的。哦，真的哦？可是感觉你们都花钱买我的生日 T 了，感觉应该要再多加一点东西，你们会比较开心。你们五周年大概要到当天看现场才会知道观众和舞台长什么样。对啊，现在都只有大概知道那个舞台是就是这样，然后会有一个伸展台，然后但是详细的也不太知道到底会长怎样，而且大小什么的其实也不太知道。但我没有走过那种伸展台耶，就是我没有走，应该说我没有在那种有伸展台的舞台上表演过，所以我超期待的，我超级好奇伸展台长怎样，因为我也不太会去看演唱会，所以我好像没有实体看过有伸展台的那种，怎么说啊，舞台，对。就是六月热度第一名，哦哦哦，我想一下，那时候好像是七月吧，七月的时候录的奖励，嗯，我知道，这就看你的诚意喽。原来我还以为老师会讲之类的哦，好像大部分其实不太会，很偶尔啦，好像刚好前几天练的时候是有一个，因为是同时就是头跟手都要出去的那一种，然后老师可能就有说这边虽然你的头跟手是同时往那边，但是你要看的不是你的手，而是那边的观众，类似这一种的。刚好前阵子有讲，舞台再小也比曼博的大哦。对啊，真的，我有看到你们直拍他们的那个影片，超近欸，而且那个舞台很小，然后你们离他们超近的耶。初体验欸，对呀，哦，今天这么好看哦，真的吗？谢谢，好久不见，对呀，真的好久不见，好奇四奇对猫头猪老师的印象，哦，对猫头猪老师的印象吗？我一开始，因为其他人我不知道，但我自己的话，我一开始那时候在甄选啊，还有什么的时候，就是还有刚开始，暂停活动前，那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老师是一个很比较严格，但是他看的也很细节，然后，对，比较严格的老师，然后感觉上好像比较严肃，就是比较不苟言笑的感觉嘛。然后可是后来慢慢就是回归以后，在那个练习公演啊，然后还有就是包括练习五周年这种，就是慢慢跟老师相处以后，我觉得老师其实人很好。就是然后老师有时候也会跟大家一起聊天啊或者什么，就是其实对跟对老师的第一印象不太一样，就是我以前，我记得我之前那时候要甄选或是要，七八月那时候要培训的时候，我每次要去之前，
我都超紧张。还有其实刚开始在练公演的时候，我也是要去练习培训前，我都超级紧张，因为我超怕我会跳错或是什么，然后被老师骂。然后，但是后来就发现，老师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严肃，然后很可怕这样。就是老师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可怕，他其实人很好。跳错会很可怕哦，很可怕。这是来自于哪个哪个人的讲的话吗？刚谢谢有一个这个星星送的缘分相许，还有谢谢苍苍送的爱心气球。曼博舞台进到伸手就会出镜的感觉，对，真的，我觉得那个真的好近哦，救命啊！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超怕，而且那样子，而且你们的那个手机吗？拍的距离也是很近，就是它那个整个就很小。然后我后来好像听他们有在聊吧，然后好像。他们就说那个距离好像会比生日会还要近嘛，因为其实我没参加过生日会，我也不知道实际上到底会有多近，但对，反正那个好像很近。老师好好讲话。猫头猪老师以前一起生跳错，可是会说杀了你哦。会没有，现在老师偶尔也是会讲类似这种啊，但是就是觉得蛮有趣的。没有，因为像前阵子可能有时候练的时候就会说这里就是这里不要跳错或是什么，这里如果有谁手什么跳错什么的话，就把你的手砍断之类。但是就是听得出来是在开玩笑的啦，老师是用开玩笑的方式，然后要大家要记得对那里有印象，就是不要跳错。刚谢谢用户名不能是空白送的五彩泡泡，曼博没按钮，对，真的。比握手会远哦，对啦，毕竟曼博那个还是有隔，我记得有，我有看到有隔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条，对，我忘记那个叫什么，因为我刚本来要讲封锁条，然后想到不对，不是封锁条，反正就有隔那个就对了。哦，谢谢微积分大师送了好多个千纸鹤。早妮，你可以跟姐姐要以前 TP 演唱会的影片，就知道延伸舞台大概什么。哦，好啊。但感觉这样有一点，不知道会不会有点麻烦姐姐，因为他们感觉也超忙的，尤其应该越接近演唱会，他们越忙。跳错就剁手抖。老师的幽默型施压，对呀、啊。红龙什么意思？握手会去找你，好哟。去宿舍看就好了哦。你好，谢谢齁送的香槟哦，好酷哦，好少看到这个礼物。啊，有耶，谢谢齁送的红包，
谢谢红包。摇哦，突然好多，等一下哦。然后刚谢谢艾莉亚送的缘分相遇，还有微积分大师送的香杯，还有迷失渔翁得利送的爱心气球。去宿舍看就好了，小晴都半夜看以前的演唱会。哎，真的、哦拉起来的那个叫红龙柱。哦哦哦哦，懂了懂了。不锈钢伸缩围栏 AKA 红龙柱。等一下，为什么那么长啦、啊、名字怎么那么长？少了一个宝。哦哦，好啦，谢谢谢谢吼宝。特别小声吧。如果我讲的太大声的话，等一下就会有很多人冒出来也说自己是什么宝了。谢谢洛克送的小暖阳，还有阿秋送的水果冰沙，请把宝加上去。好啦好啦，有我有讲。红色的线等于红龙。 OK OK， 叫他扎吼，这个可以大声。亲生宝，上班宝，等等，大家都去改名叫宝。对啊。我想到，因为我刚是突然想到我的那个生日体，就我前阵子那时候有刚好某一天有穿去公司，然后那个齐慧前辈看到吗？就有觉得很酷，就是他蛮惊讶的，然后他也仔细看，然后他就说：“哇，你这个这里还有什么什么哇之类的。”然后他还说：“哇。”你这个杯子，哎、欸，不是咖啡，还有拉花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好好笑，可是他看得好仔细哦。然后那个什么，之前我记得之前艺林前辈好像刚好也有看到，然后艺林前辈也是看得很仔细，然后他就说：“哇，你这个还有，你还有画阴影哎耶。”太强了吧，或是什么？反正我觉得艺林前辈超会称赞人，他超厉害，他超级的乐观，超会称赞人，也很热情。你的设计看起来好饿，这会促进食欲。让大家看到都去吃东西。默默的养胖大家。谢谢 Steven 送的红玫瑰，还有黑杰克送的缘分项链。看起来会很饿，对。艺林前辈对吃的都很仔细哦，真的、哦、看来他跟我一样是个喜欢尝鲜美食的人吗？他们是不是戳你了？艺林前辈好像没有，艺林前辈不会，哎、欸，对，艺林前辈没有，但是那个齐慧前辈小慧有。他好像有，没有，他没有真的戳下去，不是真的戳下去会很像变态，但是他有指，对，他有指着。三明治是草莓肉松口味的吗？
三明治不是哎、欸，我画的是比较健康的版本。对，我画的是传统的三明治，有菜，有火腿，有蛋吗？要把它看成蛋或起司都可以、啊。我觉得起司好像比较好吃。草莓肉松的话，好像会有一点难画。那个肉松会有一点难画，就可能要画圈圈圈圈圈这样，因为肉松是那种缠绕在一起的那种，好难说。已经胖了，没关系啦，就能吃就是福啊。那你说，说到吃的，逸林前辈一定会出现，真的哦，他很爱吃，贪吃灵。你的衣服图案简直跟你都聊风格一模一样，什么意思？都聊风格？哦，食物吗？对啊。就是应该是食物的部分，因为我也是一个很重视吃的人。逸林前辈想把你衣服吃掉。点餐，对啊，还是以后你们就穿着我的圣诞 T 去早餐店，然后就说阿姨我要一个这个。就说阿姨我要一个这个，然后一个这个拼盘什么的。看起来像奇异果口味，小黄瓜呢？哦，小黄瓜，小黄瓜好像可以耶。中间这个，虽然我那时候在画的时候好像是，等一下，这样看得到吗？对，我那时候在画的时候有画一圈一圈，就是比较像是那种生菜一片一片薄薄的生菜，然后就是薄薄的生菜有时候不是会很多片，然后它就这样卷在一起，然后就有那个一层一层，我在画的时候好像是这样，但是好啦，各自解读都可以啊，都可以。但奇异果好像很少人在里面包奇异果。在三明治里包奇异果，对耶，我那时候在画的时候没有想到小黄瓜。小黄瓜的话就画一丝一丝的，好像也可以。但小黄瓜好像通常在三明治里面都会被藏在就是里面，好像不太会露出来的感觉，就是露在那个三明治的最表层。准备好要去新公司，加油，去跟逸林前辈聊吃的，你们应该很快就熟了，应该会哟。好啊，我下次去那个找他聊吃的好了。你是说我们要对着逸林叫阿姨？没有，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我说的是早餐店的老板娘。东误解我，东曲解我的语义啊。哦哦，晚上逸林直播帮你转达。好啊，是 THSR 哦，高铁吗？不错耶，加油哦！转达，你说我们要叫他阿姨？哎，不是啊，不是转达这个。No, 不是，不要破坏我跟前辈之间的感情。
是台湾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哦。对啊，就是高铁。I know, I know。叫这个少彤很熟练，反正少彤都叫他黄怡琳啊。还可以这样改哦，但不一样，他们同期耶。但是怡琳前辈是我的前辈耶，这样太失礼了。专门在月台上指挥列车进站的哦，是那个列车长那一种，我有看过哎，好酷哦！怡琳前辈哦，很快。站务人员，嗯嗯嗯。没有什么是加个前辈不能解决的。加个前辈不能解决的。最近早安 CP 有什么有趣的事吗？让我来想想。想想哦。有，刚一瞬间有想到两个，一个好像是前几天吧，前几天在练习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休息时间的时候，就刚好大家聊到那个身高，然后就刚好聊到他是152公分嘛，然后因为我比较有印象是他150几，但是我没有特别去记他是几。然后那一天就刚好讲到他是152，然后后来我就说，那这样他刚好跟我差了15公分哎。然后我之前就有听说，就是什么统计数据出来的最萌身高差就是15公分，然后我们就说啊，这个 CP 真的是。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安排。他有150哦，有啦。有，他有150，应该有吧，我觉得有啊。完美身高差，对，真的。但我之前好像真的不知道听说什么，然后就说最完美的那个身高差就是什么什么情侣身高差就是15公分之类的，好像之前不知道看网路看什么看到的，对，然后就就是刚好啊，你167，对啊，147到152.8之间不等，然后为什么这 range 那么大、啊？最萌 CP， 对啊，耶、yeah ！最萌身高差。那早你有壁咚弯弯吗？就那个啊，就我在兜粉发的那个啊，就是我在兜粉发，就是我们那一天去那个水族馆的那一个啊。对，那张照片只有在拍照的时候才会壁咚，平常没事不会壁咚啊，这样太怪了。这样会被别人误会。官网写弯弯 152.8 还有小数点哦，真的、哦、
可是弯他自己讲152哎、欸，而且那一天好像是老师问他的，然后他就说152，跟弯弯嘟嘴太可爱，啊哈哈，是说那一张照片吗？应该弯弯心动了，有可能哦。搞不好我们两个都心动了，因为我们两个是拍完的下一秒，然后就是两个人都撇掉头在笑。所以挂那个纸上去，弯弯有找到椅子吗？有有有有，旁边有椅子。我想一下，哎、欸，他后来好像真的是站椅子把它挂上去，超可爱的。哦，谢谢 Free Plus 送的缘分相遇。哎呦，今天有点可爱，有点可爱。哦，我就想说，今天怎么都还没看到这句话？果然，总算还是有。所以找你喜欢最萌身高差吗？蛮喜欢的啊，我觉得那样很可爱耶、欸、就是我每次只要看到弯弯就会想要就会想要拍一下他的头。那个花絮哦，对啊对啊对啊，我这不就来了吗？没错。这句是你的基本，那叫什么？基本配备。那个花絮三个人里面你最高哎、欸，哎对耶，他们两个都很可爱。羡慕可以拍头握手，会拍头会被嫁出去。对，那倒是真的。这就是成为成员的好处。可以拍头。握手会、啊、不过这一次握手会应该就会变成是一人一个了吧，就是像上次那时候是因为应该是因为刚进去，所以是两个人一起一个，但我猜这一次就会变一人一个啊，好紧张哦。上次还有弯弯在炒热气氛呢，这一次我要靠我自己。希望我不要在那种握手会的时候突然社恐发作。我相信应该不会啦，平常直播都跟你们聊得这么开心，应该是不会不会不会突然社恐。167+15，等一下167+15这个有点太高了，诶、欸、会太高吗？啊、oh.哎、欸，这样多少？17182，是蛮高的。不常遇到180以上的男生，但还好哎、欸。男生的话，我比较没有特别想要，一定要差15公分。但我觉得差个八九公分就。8到10公分这种也 OK， 就是都还可以。可恶，我本来以为你要说他们两个都不高，没有没有没有，不行。有，可是有前辈耶，有燕子前辈耶，说话技巧，他们都很可爱，你也很可爱啊，谢谢。
谢谢阿 Ben 送的一颗星，还有千纸鹤跟水晶四叶草。对，一个人自己一列，应该吧？应该会是啦。因为还没有，因为毕竟十月2627还早，等一下，10月2627还早嘛，所以应该还没那么快。姐姐们现在应该没有时间准备握手会，现在都在忙演唱会的事情。我已经准好240张，哇、哦！等一下，240张，这样好久哦。等一下哦，240张的话，一张是7秒，七，哦，超久哎，酷哦。没关系，我也社恐。你要想话题哦，哎呦。啊，要，但我最不会的。其实我发现我会社恐，最主要的主因就是我不太会想话题。就是别人开话题的话，就是像直播这样，你们问问题或是你们开话题，然后我就会非常自然的可以回答，可以聊天。然后，但是一旦要我自己想话题，我就会突然想不到要讲什么。看一下，不会啦 ，Eric 都要女装了，找你肯定放得开的。哦，对啦，欸，如果他穿女装，嗯，我也会更放得开的，会缓解我的紧张。缓解我社恐的紧张。跟早妮比较没有距离感。真的吗？真的吗？我一直以为我是那种看起来比较高冷、有距离感的那种欸。我想穿公司制服去。哦，可以哟，177有哭了，没事啦。其实我后来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在想那种什么未来的理想对象，然后都会希望什么，就是那时候都会定一堆条件啊，然后就说什么我想要什么，就是长得耐看，然后什么身高要什么几公分，什么175以上或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但其实后来就觉得好像就是外在的东西其实还好，反而后来长大以后就比较会重视内在的东西，外在的就还好，就是对，只要有比我高我好像就觉得 OK。 177好，我准备一下超高的鞋垫。早妮这一次的生日 T 的设计理念不错哦。真的吗？谢谢。毕竟还有一语墨语哦。对，确实，如果总共是买240张，然后三个人的话，那就还好。但一个人这样也是时间也是蛮长。谢谢浪客送的爱心气球，跟林德送的水果冰沙。不会聊天没关系，会撩我就好。哦，真的？那这样是不是？哎，如果我真的想不到话题，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准备几个那种什么什么撩妹
语录还是什么撩妹金句那一种，然后真的不知道要讲什么的时候，就说，哎，对了，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最近什么什么怎么样吗？然后就突然来一个撩这样。你们最怕的应该是你有什么话对我说？哎，对对对，真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欸，就是突然被反问的话，就会突然想不到要讲什么。这样我会放不开。你会放不开，那你会让我放得开。没有距离感，身高差的部分哦，原来是身高差没有距离感。但是不会啊，如果是比较矮的，身高比较矮的成员也会有那个啊，小椅子，就是小小凳子给他们站，还好啊。你是蛮高的，确实。好像在女生里面，但也没有到说是那种超高的，但是就是还算高这样。找你这么早熟吗？等一下，我刚刚本来想说为什么，然后我看下面。每次看到问年轻女生被搭讪的影片，都说一定要帅耶。哦，对啊，确实好像就是年轻女生都会比较重视外貌，可能我是年轻人里面的老人。就是我后来反而会比较看内在，好像外在就还好，就是耐看就好。对啊，长大后比较在乎存款后面有没有8个0以上。嗯，是在乎钱的部分。而且我还有预留100张给找你哦。真的吗？谢谢。这样100张是700秒，700秒除以60，等一下哦，再心算，11多分钟，哎，真的假的？好久，好长哦。我记得上次我碰到的话，只有最久是，好像应该是3分半左右的，等一下11分钟。这样要想话题耶，等一下好难哦，救命，突然就开始社恐了。哦，等一下，刚好好多礼物好像没念到，我看一下。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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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送的水果冰沙，还有停，应该念停吧，送的掌声鼓励，还有微积分大师送的好多个千纸鹤，还有吗？哦，没有。好，谢谢。10多分钟，11，对啊，超久，这就是超能力。那要好好想话题。对呀，啊，好难哦。因为我平常也是那种比较不是那种主动一直开话题的人。通常都是别人找话题。我主动啊，OK，
其实没话题就微笑张大眼睛说，我等你说话，时间就这么混掉了哦喂。等一下，这个这招蛮聪明的耶。然后或者是就微笑张大眼睛，然后就说我就这样就是这样。我知道，我刚看到这个是突然想到有一个什么，就是什么我们现在来挑战互看吗？然后就是互相看着对方，然后谁先笑谁就输了，然后这样就谁先笑然后不可以说话，然后应该先说不能说话，然后谁先笑谁就输了。等一下，这样会混掉超多时间。等一下，这样好像不太好。准备一些百搭话题，没话题的时候可以用。对啊，但是有什么是百搭话题啊？好好奇哦。不然就彼此互相夸夸哦，互相夸夸好像也可以耶，也是不错，可以分享自己的秘密哦。但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秘密可以讲。几点来？从哪来？怎么来找我之类的？好主意耶。或是什么午餐吃了吗？吃什么之类的。可以比谁先笑就输了。对，跟我想的一样。大眼瞪小眼。不要这样，今天天气真好。今天天气真好也可以，但好像讲完今天天气真好以后会突然干掉，就说哇今天天气真好耶，然后那个对方可能就说对呀，然后就沉默点点点，这样就会突然干掉，做鬼脸啊。可以跟十一分钟的玩就好，小粉超瞬间就没有了。对啊，对啊，如果是小粉的话，就可能你们互看才看没多久，然后他就那个姐姐就说时间到了，然后永远分不出胜负。百搭话题有，就是今天吃了什么啊？对，没错没错。天气真好。为什么会来找我之类的？对耶，这个好像可以耶。今天天气真好，刮好外面下着雨。对，我刚也有想到，如果说今天天气真好，然后结果外面突然那个下大雨，然后还打了一个雷，那就很好笑了。我会很努力开始，就是介绍工作啊。好呀，你问完百搭话题，结果对方回我都有写小盒子给你，你怎么都不看？那这时候我可能就说有，我都有看小盒子。介绍工作，你这刚刚讲过，小粉光自介就怕来不及了。对啊，我有印象，上一次好像有些人就是可能会说，而且有些就是可能小粉，因为他们的那个时间比较短嘛，然后他们一进来就会非常急，然后就说我是那个这个，然后他们还会写牌子。但我觉得写牌子很好，就是写牌子的话就可以更
更直接的马上认出来你是谁。对，我觉得写牌子还不错。然后我是有印象，上次好像大家有些人进来就说啊、哦，我是那个这个这个，然后什么不不不啊之类，然后就很非需要非常光速的介绍自己，因为会怕来不及介绍完就要出去了。说前辈坏话也是百搭话题，嗯，但是好像不会有什么前辈的坏话、欸。我觉得前辈人都很好，被题库啊抓到，记得准备一些遇到那种不正常粉丝的回应。哦，等一下，比如说什么啊？突然想不到，没有什么这方面的经验。名牌省两秒啊！对对对对对，真的就可以直接指这个，然后就不用说啊，你好，我是 bra bra bra， 就省掉那个讲自己名字的时间。等一下，我刚刚突然看到这个，有人用了我的那个公司照的头像，害我突然吓一跳。我想说，为什么我自己在看自己的直播？殊不知那位粉丝在隐藏讯息，你根本没看过。应该是不会啦，因为好像我想一下，好像有时候那个陌生讯息那里也会有什么一则的通知那种，然后好像有时候过一段时间有事没事我也会过去看一下。对，因为我会怕有讯息我漏看。知道我是谁吗之类的，还好没有猜猜我是谁这种。对啊，没有，如果有这种猜猜我是谁，基本上等我猜到的时候大概他的秒数就没了吧。这个很难欸，应该是说如果是平常公演的时候就有常常见到的就还好，就是有常常认出来有见到的就还好，但如果是那种比较少遇见，然后突然一来就说猜猜我是谁，那真的会猜很久。是谁？然后讲成别人的名字，对，哎，这样也很尴尬哎。对啊，这样也超尴尬。就说哦，我猜你是谁谁谁，然后结果，对方就说嗯，我不是哦，这样超尴尬的，然后就突然干掉，然后就说啊，对不起，然后就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回他你是早午餐哦，哎，这是个好主意耶。对啊，这个哎，这个主意还不错哎。就说我知道你是早午餐。猜错就走心了，对啊。猜错的话真的会很尴尬。谢谢微积分大师送的好多个千纸鹤。我只记得之前有人这样玩，每进去一次给一个提示。哦，这，哎，这样也是很酷哎。每进去，然后就分好几次进去吗？然后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就问他说你猜出来我是谁了吗，这样。但这样的话还是猜不出来，就很尴尬。而且因为但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就是他那个
七秒七秒，如果说粉丝很多的话，就是会是连着的，但你中间还要面对其他粉丝的问题，对呀、啊，然后中间你就会变成是，就是要一心二用，你脑中要同时在想说，刚那个人给的那个提示，这样他是谁？然后另一方面，你要面专心的面对着前面的这个粉丝，但这样超难的。然后可能对于先面前的这个粉丝就会答非所问。对啊，太辛苦了吧？对啊，对啊，所以大家还是直接表明身份最快啦。有的成员很强，只握一张，隔天居然有印象，真假的？太厉害了吧！或者是他平常就对那个粉丝很有印象吗？所以才可能那个粉丝平常就是他的忠粉，所以只握一张他也会很有印象吗？不知道欸。亮身份吗？其实我是预言家。好哦。我是预言家。那谁不忠？不是啦。应该是说很常发言或是很常那个出现的粉丝。就是那种铁粉啊，比如说主推就是那个的那种。可以带着本本记录，以前有些成员会带哦，欸，好主意耶，欸，对耶，好啊好啊，我到时候十月份如果我还记得的话，可以带着本本记录，那我要进去说我是 plus。 不行，来不及了，因为公演，所以我已经对你们这几个都有认得。Eric 太明显，对啊。好几个前辈都有小本本，带本本可以试试看，一生啊，带本本可以试试看，可以，我下次可以带带看，哎，就试试看，带带看，一身肌肉。但我已经对你们有一些人已经很有印象了。平常会去查粉丝水表的小偶像，多多少少会有印象啊。我偶尔会去看。可是有时候大家不一定会放自己的照片啊，如果没有放自己的照片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会认不太出来。我现在练肌肉还来得及吗？两个月认真一点可以的。好好笑啊。可以的，可以练出一点。我现在我放的是理发前的照片啊。啊，那这样是不是立法后，这个我认不出来，应该不会吧？肌肉是什么设定？肌肉是那个 Eric 的专属设定。肚子有一坨软软的肌肉可以吗？你说六合一的部分吗？还是用画的比较快。
啊，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一个什么肌肉的衣服，然后它就是前面这里做的比较硬，就是好像不知道用海绵还是什么，反正做的比较硬板，然后它就有那个线条，超好笑。团结，差不多是这样，团结力量大。用甜心卡买六块鸡。我都用烤肉网，烤肉网太细了吧，这样会有烤肉，欸，不是太细啊，应该说格子太小了。哦，刚谢谢李思琪送的红玫瑰，还有槟榔当送的四叶幸运草，69元就能获得六块鸡。好，谢谢李思琪送的缘分相遇。对，我刚突然想到，我那时候在。对，我要继续来，反正没话题，也不是没话题啦，就是没有留言的时候，我就可以来讲一下我的生日题，来宣传一波。哦，我是刚突然想到，就是我那时候在设计那个圣诞梯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想很久，我应该要设计什么，然后我就有去。就是也看一下前辈们的会有什么，然后可能看一下前辈们或是之前生日的人会有什么样的设计，然后我就看到可能有画人物的啊，或者是就 Q 版人物啊，或是设计就是一个签名然后设计的比较酷的那一种，或者是什么就是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在想说，那就是要画什么才能比较代表我，就是可以看得出来是找你的生日题这样，然后后来我就想到说，欸，那好像可以画个早午餐，对，然后刚好，欸，刚好我那时候吧，因为那时候是在还在上学的时候画的，然后就那时候也刚好在学电绘，然后刚好有学到画那种就是食物的拼盘啊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对这个也比较有，等一下，哦，对这个也比较有画画的那不是画画，摆盘的概念那一种，然后或者是阴影啊什么的，因为上课的时候有学过了嘛，所以就会更知道怎么画，然后我就想说，欸，那刚好我的粉丝的名称就叫做早午餐，那就是也画一个早午餐的衣服，然后加个 brunch 这样，然后这样子就是算是我的粉丝们也就会有一个团服的感觉。就是各位早午餐们，对，就大家也会有一件早泥的团服。你要看一下留言，我去年去握手会是说日文给日籍成员，结果被误会我听得懂日文。哦，有，我记得你之前好像有讲，有分享过，对对对，然后结果你好像说你只会那一句话。那个拼盘真的画得很棒啊，谢谢，学以致用，欸，对啊，真的真的就是真的很刚好，刚好也有学到要怎么画早午餐的对，早午餐的拼盘。而且我记得那时候，哦，我那时候在学的时候好像本来还有学到画那个可颂吗，然后但我后来没有把它画上来。
原来之前有说过，我忘了。那枣泥底色是怎么选这个颜色的啊？对，欸，我本来也有想到，但一直播就突然忘记要讲。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在，因为一开始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是在白的那个上面画嘛，就跟缩时那个一样。然后我那时候也没有特别想到说要什么颜色，然后本来是那个有在考虑，对，其实我本来是有比较想要类似那种，就是浅色系一点的，就是比如说浅蓝啊或浅紫之类的，对。然后但是它那个色号表上好像没有浅紫色，所以我后来就想说，那浅蓝好像也还不错。然后我那时候一开始是想说，算了，就是先画完，最后再来决定要选什么。然后后来我画完以后，我发现我的图其实在黑色的衣服，就是早午餐的 这整个图在黑色的衣服上面看起来会比较亮一点，就是会比较再明显一点。因为我的色，就是我画的色调其实是偏亮的，所以在那种黑底的话会比较明显比较亮。然后但我又想说，就是大家有很多黑色的衣服对吧，大家的衣柜里面应该打开会很多都是那种黑色或是白色的衣服对吧。然后我就想说啊，那这样感觉好像，等一下，对，我就想说这样子的话感觉就是，等一下，为什么我脑袋很空白？就如果选黑色衣服的话，就跟大家一般的衣服的重复性会比较高的感觉。然后如果你们穿着我的生日 T 来看公演或是来什么的时候，也会变得没有那么好认出来，因为大家一定有一些人都会穿黑色的衣服对。然后后来我就想说，那就还是维持我原本想要的浅色系，然后后来我就选这个浅蓝色。对对对，我之前去握，去跟本家成员握手时，我也很相信他们说我日文很好但是跟本家成员握手，这样表示你的日文应该真的不错，好厉害哦。蓝色好看，对啊，我后来也觉得这个蓝色蛮好看的。而且我自己蓝色的衣服也不多，而且看起来整体感觉也会比较清爽一点。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你说如果没有爱那又如何突然就来了句歌词。我衣柜是很少蓝色的衣服，选蓝色不错。对啊，对吧对吧，我自己也是蓝色的衣服很少，而且我觉得蓝色的衣服就很适合夏天但冬天也可以穿，一年四季都可以穿，反正就是对，很赞。而且这个蓝色好像跟配完的跟那个去年今年跟配完的那个，对，今年跟配完的颜色好像是一样的我是选完以后后来才注意到。笑死，男生很多黑色衣服对吧，因为我自己也是很多黑色跟白色的衣服，然后我身边的人其实好像也都是。然后而且对，而且说到黑色衣服，我想到我高中的那个班导嘛，就他也是
他也是就是一年四季都穿一样颜色的衣服，他哎，对，他真的一年四季，除非是那种什么毕业典礼或是什么特殊的场合，不然他每天来上班的时候，来上班，对，来上班的时候他都是穿黑色的，类似那种那叫什么啊， Polo 衫之类的嘛，反正就黑色的短 T， 短 T 恤，短袖 T 恤，然后再加上牛仔裤，他真的每天都穿的差不多。对，而且他就是黑色的衣服，所以我想说应该大家黑色衣服都超多的，短袖 polo 衫啊，我想到确实黑色白色都拿去当工作衣了，两年后进垃圾桶。而且我是刚好讲到那个班导嘛，而且他最酷的就是他不管是春夏秋冬连冬天他都是穿，而且尤其是连那种寒流的时候他也穿短袖的 polo 衫，然后他顶多再加一件薄外套，他的身体超强壮的，就是非常的不怕冷，超厉害的。他寒流的时候顶多就是他平常的冬天也不太会穿外套，然后他是到寒流的时候才会再加一件薄外套，而且通常他加的那个薄外套都是他要骑摩托车的时候才会穿，然后他平常在学校的时候还是穿着短袖的 polo 衫，超强的。对呀，你是不是偷看过？被发现咯，没有啦。我衣柜真的黑色居多，但过农历七月不敢常穿哦。就对啊，真的黑色就居多，但是农历七月穿白色的吗？白色的也很多，通常辨识度比较高。对对对，没错没错。浅蓝色很好看啊，对啊，真的比较少撞色。我以为要说班服也是黑色的哦，没有，我们高中没有做班服，但我印象中我的国中班服好像真的是黑色的，然后就其实看起来有一点，有时因为也有其他班做黑色的，而且可能好像也是有两三个班吧，然后其实就是对，有时候会不好认。然后像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班的班服是做桃红色，他们超好认，站在远远就知道哦，那个是几班的。我也是基本每天穿黑色上衣加黑色裤子，对吧？这个是，这感觉是不少男生的基本配备耶，而且因为黑色耐脏啊，然后就不怕。白色的话你还会怕什么吃饭的时候喷溅喷到，然后我有好多衣服都是这样哦，就是吃饭的时候就对，尤其是白色的衣服吃饭的时候不小心那个什么酱汁喷到，然后就超明显。但黑色就不会有这个问题，颜色都跟弯弯圣诞 T 一样啊，很有趣。对啊，命中注定。他一定买超多件一样的每天换，对，好像是真的。但有个说法，七月穿白衣会被当同类哦，尽量白衣不同颜色的裤子。我的国中班服夏天款白色，冬天款粉色。欸，班服还会分夏天款冬天款哦，好酷哦。
我们如果冬天要穿班服，就是那种，就穿得很像那种，那个好像叫做什么棒球装吗？就是里面再加薄长袖，然后外面穿短袖。我记得国中好像是这样，不会特别设计一款长袖的班服。黑色还有显瘦哦，对啊，对，没错没错没错。我以前买衣服也蛮常买黑色衣服，或者是黑色裤子，好像主要是黑色裤子，因为黑色裤子很显瘦，就是对显腿细。等一下，按到什么？棒球装里面有排汗的设计，外面是球队制服。哦，原来如此。我只知道外面会是球队制服。哦，原来里面呢也有排汗的设计。来看一下。哦，没有，我突然在研究特效。天使，谢谢微积分大师送了好多个月赛会员票，我看一下。你想，现在这特效突然变得好可爱哦，不习惯哦。因为棒球员都流很多汗，对啊，真的，运动员都会流很多汗。我记得那种那个大队接力那种的那个跑步号码衣呢，号码背心也都会做成那种，就是应该是有排汗的那个吧，就是有动的那种。所以早你有胖过吗？小时候有啊，有。我觉得胖啦，但那时候就是看起来肉肉的，对。现在的运动服装都会设计机能排汗，嗯，对啊。谢谢欧比王送的守护星太阳。天使，对呀、啊，天使。没有，突然自己开始玩起特效。前几个月，球队被安排星期天下午2点比赛。球员跟啦啦队都觉得超热，下午2点真的很热哎、欸。我觉得就是那个早上大概10点半、11点的时候，然后到下午的1-2点这段期间都是最热的。然后偏偏我高中的那个体育课都会排在这个时间，就超热的，然后完全就是。不想去打篮球，不想去那个，因为篮球场一定是没有遮蔽物的，然后就是哦，不想去打篮球，好热。对，然后哦，像排球场啊或什么的，可能跟我自己喜欢的球类也有关系吧。就我没有那么喜欢打篮球，我比较喜欢打排球，所以。而且刚好又排球场那里有遮蔽物，有建筑物，然后那个阴影就会刚好挡到，所以在就是打排球的话就比较还好。可是只要要打篮球就会，哦，好热，我不想去打篮球。下午2点的比赛，拜托办在大巨蛋，谢谢。对啊，下午2点真的很热哎、欸，太热了吧，真的。
超热，我记得那时候高中的那个体育课嘛，好像通常都被排在那种三四节，第三第四节，第三偶尔第四节，就是那种十点到十二点之间，就是最热的那个时间。然后好像我后来高三的体育课还有被排在下午第一节，就是一点多到两点哦，超热超热，而且那时候才刚睡醒，就脑袋还懵懵的，然后就要去运动。之前快接近秋天凉凉的，才被安排下午两点，但地球暖化今年才特别热哦，原来如此。只想在宿营或司令台休息，对，真的。然后后来我就那个老师就说要就是就打篮球嘛，然后但老师也没有特别的规定大家都一定要打篮球，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很想打篮球。然后后来我就跟我同学一起去走操场，然后到最后走操场走一走就躲在那个有阴影的地方，就是躲在那边聊天。热爆了，真的。还有刚午休起来的，对，刚午休起来的真的是疯掉。我们高三的体育课都是自由活动课，我们后来好像也差不多，就是只有几个是规定，因为要有成绩嘛，所以就是规定要考一点试，比如说什么，后来篮球好像比较少考试，但是像排球可能就有什么要低手高手这样交错，好像什么几下几分或是什么，这样高手自己打，然后要过几下才有几分这种。以前没那么热，会有27度的气温，下午两点开赛，傍晚结束就早点打，早点回家。哦，对啊，如果理论上两点开始的话应该是还好，因为最热的，我之前也看过网络好像说最热的时间其实是十点到两点之间。喉咙突然很痛。跑800体适能，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一堆体适能啊，我记得有那个跑1600、800，然后还有那个坐姿体前弯，然后还有立定跳远跟仰卧起坐，应该是这四个我印象中。然后就记得那个每次要跑1600、800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家就是老师就会先预告说我们这阵子要挑一个比较好的时间来跑1600、800，然后就是每次要体育课的时候大家就会看一下天气，然后就说啊今天下雨啦，不能跑1600、800，或者是啊今天太阳太大了，不能跑1600、800，然后或者是什么啊今天跑到有点湿啊，不能跑1600、800，反正就大家就去找各种各式各样的理由。超好笑。本人1600最快6分43秒，哦，那很快耶。对，那很快耶，虽然我有点忘记我们班男生那时候是跑最快是多少，但好像是蛮快的，我印象中。各种借口，对，真的真的，同学下雨吧下雨吧，啊，对对没错，那时候比如说那时候刚好那个老师可能就说
如果下礼拜一天气好的话，我们就来跑1600、800哦。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说要回家去做那个晴天娃娃，然后倒挂，超好笑。全班第三哦，那这样还有班上还有更快的，好强哦，都好厉害。今天算命的说我不适合跑步，对啊，然后还有什么？我今天脚痛，我今天肚子痛，我今天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各种理由，就是不想要跑1600、800。就其他的那个测验都还好，仰卧起坐啊、立定跳远、坐姿体前弯都还好，然后但就是1600、800真的让人避之唯恐不及。我大队接力都是最后一个啊，欸，那很厉害。我记得通常大队接力，好久没跑大队接力了，但我记得通常最后一棒都是最快的那个，因为要冲刺，要抢，要对，要抢那个。早泥坐姿体前弯多少啊？这个，这是我体适能里面唯一比较值得拿出，比较值得。韩文这样讲比较有自信的东西。我坐姿体前弯哦，我记得我后来好像因为有练舞，有什么有在拉筋的关系，好像有越来越进步，但是后来最后极限好像差不多是不是5253吧，我印象中那个三角形的那个坐姿体前弯满是60，但是通常是没有人能够到60啊，但是我好像应该是到5，我最高应该是到5253，印象中。其实最想在阴天跑，结果都是在万里无云时跑。对对，每次都很想在阴天的时候跑步，然后到最后就是特别要跑的时候，就不会有那种阴天的时候，阴天然后天气凉凉的那种时候。之前看剧有个借口是我今天算紫微斗数跑步会受伤。好好笑，800跑一分，真的假的？太强了吧！本人坐姿体前弯都是零。好厉害，52到53。对啊，我印象中应该是52到53，我最多就是2。好强。但因为我就是坐姿体前弯比较好一点哦，仰卧起坐是属于那种中间值，就是还 OK， 中上那边还 OK， 但我的立定跳远就是真的没有很好。我真的不太会跳远，跳高跳远我都不太擅长。我记得我好像才4.5，4.5在男生里面也很强了耶，因为有些女生也，我记得柔软度没有到那么好，女生好像其实也不容易到4.5，4.5在男生里面很强耶。我最高才2x哦，男生，我记得之前看那个男生，就是看我们班的那些数据吧，男生在20几，好像是10几20，好像是正常的，就差不多平均都在那。183教我怎么会有一，
趁现在，趁现在没有留言，我现在念个榜好了，以免我等一下忘记念的。谢谢李思琪的缘分相遇。哦，我现在才滑这个，才滑到原来这个榜，这个还会有贵宾席哦，好酷哦！因为我是刚刚好这样滑才滑到，哎，哦，超酷的。准备要来念榜咯，等一下，那我就一样，诶，等一下，哦哦，对对对，我就一样从第十五名开始念咯。谢谢第十五名的 Derek 喂喂喂，谢谢，谢谢第十四名的 Plus 普拉斯，谢谢，好，谢谢第十三名的早市，谢谢，谢谢第十二名的阿正，谢谢，谢谢第十一名的 Free Plus， 谢谢，等一下。谢谢第十名的朱里恩，谢谢朱里恩，谢谢第九名的用户名不能是空白，谢谢，谢谢第八名的卡尼，谢谢卡尼，谢谢第七名的阿 Ben， 谢谢阿 Ben， 谢谢第六名的尼士宣言欧比王，谢谢欧比王，谢谢第五名的 Tommy， 谢谢 Tommy。好，谢谢第四名的 Ho， 好，我就直接念 Ho 啊，谢谢 Ho。 好，谢谢第三名的吉米周，谢谢吉米周，谢谢第二名的小羊，谢谢小羊。好，然后最后谢谢第一名的微积分大师，谢谢，耶、yeah, 谢谢大家哦。不过刚刚大家还有松一点哎，谢谢月光吃土吃到吐送的红玫瑰，还有安息送的缘分相遇，谢谢。大家辛苦啦，你才刚来最好是啦。那刚刚发言的都是谁？辛苦咯，大家都辛苦咯，辛苦了，辛苦了，换一个哦，这个花圈好像也不错。早妮下次直播是三跟五吗？对，没错，我想一下，等一下我确定一下，但我印象中是下周的星期三跟星期五，然后时间一样是两点半到四点半。今天有播吗？请重播。有回放。对耶，那等一下下播前再来推销一波我的圣诞T。大家可以去购买枣泥的圣诞 T 哦，预购时间到八月七号，赶快去预购哦！还没下单的赶快动动你的手指，点预购吧，这样就可以拥有早午餐专属的团服，还可以在……哦，真的好难哦，好难哦。推销推销话术真的是一门艺术哎，一门学问，对吧、啊？就是买了枣泥的圣诞T，你可以在
每天不知道要吃什么的时候，就可以来看看这个上面有什么东西，然后随机挑选。是阿宝打字的吧？下周居然有两次啊，看不到哦。下周有两次，因为在下周是演唱会，然后而且就是对我再来还要赶那个，就是我那个大学先修的那个课程的报告，所以再来比较忙，所以就下周播两次这样，还可以获得你独一无二的签名明信片。没错没错，可以获得我用心思考要画什么写什么的明信片。我觉得我应该画那个就会画超久，因为每一张都要想要画个什么插图或是写个什么文字之类的，我应该会弄超久。非常实用的圣诞梯，没错没错，赶快预购起来吧。好，报告还没做完吗？因为我对，因为这一周的练习太密集了，所以我这一周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做报告。你可能没办法排时间，对，对啊，所以就下周有两次。找你眼睛看起来确实是很累的感觉。没错，也是有一点，刚好这一周啦，因为这一周的练习刚好比较密集，事情比较多，所以就比较累一点。然后而且因为像前几天就是前面一到四的时候刚好就是我都有要练舞的，然后像昨天的话还有录音，然后对我录很久，因为对，反正我就是昨天一次录了很多首，然后我就站了超久了，我站到脚好酸了。而且我后来在录音室那边待到觉得有点冷。对啊，所以就是刚好今天开始就比较有空一点点，所以可以直播。卡片是真的，衣服是假的。买了闭眼随机指到什么吃什么，没错没错，适合给选择障碍的人的衣服。最近睡不够齁，有一点。应该看能不能用这几天把这个棉补回来。哇，辛苦了辛苦了，谢谢谢谢大家，大家平常上班也都辛苦了。再见。好啦，那等一下就准备关了哟，准备下班了。大家辛苦啦，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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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下周三更五见哦。拜拜，准备关咯，三二一，拜拜。拜。